我觉得青春进化论就是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台湾不同的年轻人，其实跟你长得有点像哎，让我有机会可以聆听他们的想法，也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被大家听到。常常我们说大自然养动物最健康，没错，在这里我会希望我是一个很通畅的管道，让年轻人可以充分的做他们自己。觉得青春不应该被年龄限制，只要你随时怀抱着热情，对自己的生命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，那青春就永远还在你的心中。我录影的时候可是不会这样说，我会说啊，好年轻哦，青春哦。